以前很对我，这很公平吗？你先还给我，不要说。哎，我们得，同志，你先讲。我知道你的规矩，不是，对我们。你同志，我跟你配合。你干，为什么？拿手机人呢？你们凭什么扣他？ 是你们不合理把他的证件扣起来，转过来，把他的证件扣起来，转过来。走，赶紧快点，把他的证件扣起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走，赶紧快走，坐上车，你这儿打车，坐上车，走走。流血了，你打流血了，警察打流血了。我的眼睛呢？眼睛都烧烤，你手铐啊？引导啊，你。我正常点的啊，你。 那个，你先说。没事，没关系。这凭什么要扣起他呢？